you who are enjoying the serenity and security of your own homes, I wish to bring a message from the women of war-ridden China. It is this. If you wish...对那些在家中能享受宁静和安全的人，我想替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妇女向你们说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你们不想看到中国发生的灾难，不想让你们的姐妹和兄弟被屠杀和肢解的话，那就请你们抵制日本货。这是抗战爆发后，当年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站在蒋介石身边，在西方记者的镜头前用英语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吁。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拒绝按日本人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并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外集结了精锐部队。中国军队在保卫上海的淞沪战役中同日军进行了激烈交战，人员伤亡惨重，上海和南京最终被日军攻陷。1938年6月，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的推进，炸开了黄河的一个河口，但是洪水并没有能阻止住日军。1938年，汉口和广州也被占领。日本的策略是攻占城市，主要公路和铁路。到了1940年，日本虽然占据了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被占领地区，中国人从没有停止过抵抗。除了国民党军队同日本的正面接触之外，还有被蒋介石收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共产党军队进行的游击战。翟振瑞是当年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的时候年龄很小，那时候当兵才15岁。我是冀中这个地区人，石家庄以东的，参加是那个129师刘伯承师长那个部队。政治委员邓小平当时15岁，开始当宣传员。开始当宣传员那个任务就是写标语了，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了，就是动员群众一起参加抗日。那个时候开始年纪很小，但是要打日本鬼子这一点非常非常坚决。翟振瑞还回忆了1940年8月20号八路军第一次同日军的大规模交火，中共称其为百团大战。因为百团大战来讲，开始没有准备那么多，就是要求各个地都配合，重点是破坏日本鬼子太原到石家庄这条运输线。干以后呢，平汉线上也好，这个通浦线上也好，陇海线上也好，只要有八路军的地方都同时出击。统计了个结果，最后是104个团，党中央的授予叫百团大战吧。大东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大刀向日本鬼子的头上砍去。祖籍福建，现居台湾的胡邦坤老人至今仍记得大刀哥的这句歌词。他说抗战期间，他在家乡上中学时，老师就是带着他们边唱大刀哥边军训操练。现居台湾做过国大代表的画家兼作家王澜，当年也是10几岁的学生，他在天津参加了地下抗日工作，还到太行山上打游击。他回忆说，有些个男女同学啊，他们真是大无畏的精神，那勇敢得不得了啊。比如说在能够烧掉一个日本的仓库啊，可以把一些医药的器材从北平运出去来送到我们这个国军远方的游击部队里啊，或者我们把一个手榴弹丢进这个汉奸的报馆里，那种快乐也是回忆起来还是非常的让人振奋。面对中国人的抵抗，日本军队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凡是同八路军有联系的村庄一律夷为平地，一些主要城市成为日军狂轰滥炸的目标。
当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曾到过重庆，他向我们回忆说 When I arrived China to Chongqing was destroyed into ruins。我到达重庆的时候，那里是一片废墟，只有一栋房子保留了下来，人们把它叫做胜利屋。中国人真是有才能，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用竹子当材料把重庆城重新建了起来。中国人非常爱国，他们为了保卫国家不惜代价地同日本军队英勇作战。为了一致抗日，国民党和共产党根据统一战线的协议停止了敌对，但是双方时有摩擦发生。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并消灭了新四军的一支部队，史称皖南事变，统一战线就此瓦解。毛泽东警告蒋介石不要玩火自焚，蒋介石则认为比起日本人来，共产党对他的威胁更大。张峰当年曾在国民党第67军受训，这支部队有很多共产党人在里面担当领导职务。张峰回忆当年蒋介石为了防止部队士兵被赤化采取的高压政策。国民党派人来清刷这个教导队，蒋介石排斥他，怕他的部队赤化了。当时我是不以为然，觉得他妈蒋介石派了一个大官，蒋介石直接派去的，找进那个教导一个山地里头讲话，讲这个八路军不好。我当时愤然而起啊，我就反驳他，我总不好，我说八路军纪律最好，抗日最坚决。他非常不高兴，我这反驳了以后，我认为没事啊。一会儿去了个穿便衣的，他说你赶快跑，这晚上就一会儿就抓你，第二天就枪毙你，你赶快跑。我就带上我一个要好的同学一块走了。到了4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太地区出现了巨大变化。1941年12月，日本在预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向美军在太平洋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发起攻击，使美军遭到重创。美国随即向日本宣战，在二战的亚洲战场上，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国。美国不但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军火，还派出了作战人员，其中包括号称飞虎队的美国飞行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对我们说，美国呢，因为太平洋这条防线要顾虑到的，不过当然日本没有给他们这个发起战争的时候，他对援助欧洲已经要花了很大的这个军力，所以还没有顾到。可是战略方面、情报方面，他们已经晓得日本的发动战争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了，所以陈纳德将军去帮忙中国人去抗日呢，也是帮忙了美国的。Tha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services we rendered. Once we got there, we essentially stopped the bombing of the cities. 据陈纳德将军生前战友埃利森将军回忆，他们当年在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夺取制空权，阻止日军的轰炸。当时啊，我们是驻防在陕西安康，我是这个中美混合团的中美联队的，就是 CSCW 的分队长。那我们都是从这个叫美国学习啊回来的一些人呢、啊，组织起来的，就跟美国人一块儿共同来并肩战斗。那是退休老人邢海帆，他当年率领的中美联合团联队驾驶30多架战机，为打破日军的空中优势立下了战功。他回忆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呢、啊，他们把他们的飞机啊、兵力、航空兵力啊都集中在武汉三镇和他周围的几个机场里边。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在1944年的这个年初对他进行了一次这个叫空中战役，接连去了3天，从空中从地面呢基本上把他的这个在华中的空军呢消灭了。因此这样的话呢，以后到日本投降啊，他都这个叫啊再也没有在我们后方来轰炸来捣乱，空军呢就死掉这个战斗里了。
当年美国向中国派遣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史迪威将军，他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史迪威将军当时认为，中国军队如果受到正规和严格的训练，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作战部队。但是蒋介石不情愿将军队交由他来指挥。与史迪威在一起的美国外交部官员瑞斯说，蒋介石准备用一些军队来对付共产党。Stilwell found that the Generalissimo was unwilling to commit his troops. 史迪威将军发现，蒋介石不愿意将军队用来抗日，因为他要用他的军队来对付共产党。他用500,000兵力包围了共产党的根据地。史迪威很快又发现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和腐败已经影响到了士兵的士气。与此同时，美国人又想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1944年8月，美国派遣了一个代表团飞抵延安。华盛顿想知道共产党的军队是否能用来有效地抵抗日本。这是西方首次承认共产党的正式存在。戴维斯是当时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I reported on the communists after my visit there.That I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probably win in China. 我访问了延安之后，就共产党的情况向美国政府做了汇报。我当时就认为他们可能会在中国打赢，原因是他们有大众的支持。我当时以为他们是民主的力量，但是这现在看来并不准确。应该说他们是受欢迎的军队，他们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民主的。到了40年代中期，日本战败已经成为必然的结果了，但是日本统治集团仍然坚持战争到底。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数天后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不久，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中国的东北和其他一些地区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国共双方迅速抢占地盘，内战一触即发。这将是我们下期节目的内容。